现在为国道三号南投交流道溜落来，沿着福冈路一段行，一直到南港二路的这段路。在路边会当看到一片黄金色的花，开得真水，因就是黄金阿伯乐。正在大开阿伯乐，目前是开了长水。常常当看到过路的民众是特别停落来翕相，而这段路成为最近南投市赏花摄影的热门景点。耶耶！几摆路树顶头拢开满着黄金色的花，因就是黄金阿伯乐。美丽景色是吸引真侪路过民众停伫路边翕相，甚至有游客是专门为外县市到南投来观赏。在南基附近工作，然后每天从这里进进出出，啊，觉得这边的花开的已经快满开了，啊，然后我今天就带一些好姐妹过来一起欣赏。因为我们昨天去中兴大学，哈，它的比较它的树比较高，摸不到又拍不到，所以今天朋友一大早就带我们来这里拍照，这里比较美。那，啊，你特别从分园过来？对，我们从分园过来的。我本身非常喜欢摄影，那我在这边拍照也看到很多游客哈来这边欣赏，那邀请各位喜欢摄影的同好呢，有空到这边来拍拍照，非常漂亮。瑞金部营建署为着欢迎南港工业区甲周边的发展，唔呐将连接南投交流道甲南港路的福冈路一段拓宽，建伫路边种了几排黄金阿伯乐，后来因为游客甲厂商会当对咱南投留下好印象。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啊，这个枕边的这些树呢，就像那个下雨一样的这个黄金雨一样，非常漂亮。那么所以呢，这一段呢，大家现在看到现在正在绽放的时间，所以呢。欢迎对花爱好的这些民众呢，有时间可以来这边呢来看一下，来欣赏花。那么当然呢，再一次感谢我们的营建署啊，来帮我们把这条路开通，同时呢，帮我们种了那么美的树，让我们南投呢更有特色。五六月份是黄金阿伯乐开花季节，即马为国道三号南投交流道流来，沿着福冈路一段，一直到南港二路之间，这是段道路边啊，就当看到因美丽的形影。即马花开差不多七成，介一点影甲赏花民众千万唔通错过。记者林世昌报道。黄金花有够